日本烹调传统细致，注重质素。酒店日式餐厅总厨，粒本神明，畅谈幸福感美食。上班族至爱，神属50年代风味，师出横丁。六本木米芝莲法式料理，发掘特色小店，品味真正摩卡。日式抹茶和果子，法式糕点。东京十人，星期日晚10点 ，Now 101台。